你们这次的任务是前往圣山寻找神药，行动要快。只是找神药这么简单的事儿，我们肯定办得又快又好。没错，就算队长再怎么傻，也不可能失败的。那是你低估了他傻的程度。团长大人，您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找到神药后，再把村里所有熊猫抓回来。是，赶紧收拾一下，马上出发。这回得多带点好吃的。要好好防晒。我们是去执行任务的，不是去旅游。我只是伪装。出发。传说神药就在山上的云顶仙宫。希望银河盗猎团还没找到呢。嘿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他们得逞。哇，真美啊！我猜熊猫大仙住的地方肯定是云雾飘飘、金碧辉煌的仙宫。不可能，据我分析，熊猫大仙是研究神药的，肯定是先进的实验室。不对，既然叫仙宫，肯定是宫殿。这不科学。其实，这就是云顶仙宫。就是这么破旧，所以没什么人来。云顶仙宫这名字是为了吸引游客吗？好像是杨导游取的。那你们更得去熊猫大仙的云顶仙宫了。仙宫一日游，今天八折哦。那熊猫大仙住过这儿，不会也是瞎编的吧？我们分头找吧。大胆！是谁闯入我的云顶仙宫？什么人？难道是熊猫大仙？好痛啊！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呢？请问你到底是谁？我是熊猫大仙的弟子，负责看管神药。怎么证明这是神药？就让你们见识一下。当当，这不就是变戏法吗？好厉害！熊猫大仙说过，谁能通过考验，就把神药传给谁。我们愿意接受考验。要完成三关，第一关，我想吃熊猫村最好的点心。这算什么考验？只有拿出熊猫村最好的点心，才能证明你们诚心求药嘛。这容易，帅帅做的点心天下无敌，请您尝尝。好吃，那真好吃。那我们是不是通过第一个考验了？通过通过。至于第二关嘛，就表演个节目吧。这也算是考验？当然了，是考验身体素质，就跳踢踏舞吧。你俩也得跳，快快快！这也太丢人了！再快点，再快点！不行了，太累了！帅帅，没事吧？怎么停下来了？继续跳！他累坏了，歇一会儿吧。这个熊猫有问题。这还有帅帅做的糕点，大家吃吧。等等。这不算是，好香啊！这个一定很好吃。哎呦，糕点掉了！是我的啦！好了好了，机会来了，抓住他！好啦
好了、原来是你！糟糕，穿帮了！哼，果然是你们搞的鬼！可恶的银河盗猎团！嗯，糟了，你的同伙是去偷神药了吗？嘿嘿，猜对了，可惜晚了。找到了熊猫大仙的丹房。哼，波布和莉莉莎在哪？哼，就不告诉你，来追我呀！可恶，居然被他跑了！他们肯定找到线索了。据我分析，线索还是在这儿，所以三四郎在这拖着我们。找到了！你们看，柜子有移动过的痕迹，推开它。有暗门！他们果然在里面。追进去。我们一起。对付银河盗猎团很危险的，这里也需要接应。帅帅酷酷留下，好吧，出发吧。是传说中熊猫大仙炼丹的丹房。莉莉莎，快找神药啊！找了找了，没有。你们休想偷走神药！又是你们捣乱！嘿。尝尝我的暴烈粘蛋，小心！莉莉莎，找到神药赶紧撤！听说神药能让人返老还童、青春常驻。青春常驻是真的吗？听说是。早说嘛，交给我了。大坏蛋，我要你们好看！我被粘住了，我来救你。琪琪，小心脚下！哈哈，你们慢慢玩，神药归我了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琪琪要粉，小哥停不下来了。哎呀，怎么全都不是啊？
哎呀，好痒啊，痒痒痒痒！蜘蛛！哎呀！哎，这是最后几个了，你看看哪个是？哎呀，折腾死我了！什么味道啊？好臭啊！那个是什么？危险，快跑！熊猫大仙人